大家好，我是优格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蒂儿。赶快跟着优格姐姐一起动动手指头，唱歌玩游戏喽！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还有小朋友，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动动手指玩游戏。但是在玩游戏之前，我们先来认识我们的手指头。手指头有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，还有小指。那在我们手指头上面有哪些好朋友呢？迪尔，有妈妈、妈妈、亮亮，还有谁呢？点点，还有小蜜。认识完我们的手指头跟好朋友之后，马上就要来做暖身操，开始咯。一根手指，一根手指，变成变成毛毛虫。两根手指，两根手指，变成变成小白兔。三根手指，三根手指，变成变成小花猫。四根手指，四根手指，变成变成螃蟹走。五根手指，五根手指，我们一起拍拍手。现在手指头都已经做完暖身操，马上就来玩游戏咯。今天要学的手指谣是哪一首呢？赶快来看看。一只青蛙静悄悄，两只青蛙呱呱叫呱呱叫，三只青蛙池里跳池里跳，四只青蛙咕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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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热闹。小朋友，小青蛙是不是很可爱呢？现在跟着优格姐姐一起来念一次小青蛙，开始咯。一只青蛙静悄悄，两只青蛙呱呱叫呱呱叫，三只青蛙池里跳池里跳，四只青蛙咕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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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热闹。哇，糖糖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对。那现在跟着优格姐姐一起来学这首小青蛙。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只青蛙，一只青蛙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静悄悄，没有声音，所以我们把手放到嘴巴前面。静悄悄，两只青蛙会怎么叫？呱呱。啊，对，会呱呱叫，所以我们把手打开来，呱呱叫，呱呱叫。三只青蛙会怎么样？十里跳。对，我们把手打开来，两个五放在脸的旁边，一起说。十里跳，十里跳，四只青蛙，哇，就会很热闹咯。咕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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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热闹。小朋友都学起来了吗？现在跟着优格姐姐再念一次小青蛙，开始咯。一只青蛙静悄悄，两只青蛙呱呱叫呱呱叫，三只青蛙池里跳池里跳，四只青蛙咕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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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热闹。小朋友都学起来了吗？雨桐，你知道有种动物肚子大大的，四只瘦瘦的，还会在池塘里跳来跳去，是什么动物呢？青蛙。答对了，那我们现在来念小青蛙的手指谣吧，开始咯。一只青蛙静悄悄，两只青蛙呱呱叫呱呱叫，三只青蛙池里跳池里跳，四只青蛙呜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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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热闹。
指头，请拍拍手，请挥挥手，让手指头。